你在镜头外看镜头内的陈硕、王一博，就他在表演的时候，包括他在跳舞的时候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王一博他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，是他自己一直在把自己的想法填补到我们这些 breaking 的老师就是编排之中，让他有了更多的镜头感。看看一博长得怎么样？是，哇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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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这个电影吧，对我而言，它的拍摄过程本身成了一个，人生中无法超越和无法复制的体验。